你看最近总执行风波不就是吗？说真的，我真的在民进党的一个立委前面说，我说真的，排除政党立场，我看不懂你在干嘛。你们是全部站在我们的所有民意对立面，你知道没有人站在你这边支持你们啦，因为你就是迟到，你就是不遵守议事规则，你就被取消，就活该嘛。我说你们已经撑两个多礼拜了，你们到底在盯什么？然后他说，因为党内有些就是有些鹰派的意见。